衫，衣衫，衬，衬，衬衫，衬衫上的航，航天飞机说，你喜欢航天飞机吗？是的，我喜欢，要做一个火箭吧。火箭发射射台吗？好吧，所有学生都到校了，老师让小朋友们坐在他们指定的座位。伊桑桑和迪恩发现他们正好坐在彼此的旁边。好，谢谢。